今天能够跟着师父一起来练，我觉得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。哎，这一拳一套打下来啊，浑身都通透了。哎，我回去以后呢，也会跟着视频来练，然后另外呢，教我们的会员来一起练，把我们这个少林武术也传到我们澳大利亚去。嗯。